再去抓鱼。我们沿着这个桥的一边，从这头到那头撒下了一张网，剩下的就等鱼儿入网了，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鱼吃。白的吗？白的是鱼。多来一点，多来一点，多来一点。山上有，其实是有一些洞的，这些洞在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当地的农民都会躲到山上的洞里去住。你看这个洞明显的有人为堆砌的痕迹，以前肯定是有人使用过这个地方啊，里边就等于有个潭是吧，很深的，有机会一定去对面那个洞里边看看，洞穴探险。现在可没法去，现在去找那几头牛聊聊吧。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去。你中午吃的什么呀？不是你中午吃草是不是？鱼草好吃吗？多少钱一斤？牛牛，小牛特别警惕地看着我，我们找小牛聊聊天去。小牛，小牛你别走，小牛，门儿，小牛不理我，怎么办？小牛不理我，小牛不理我，老牛也不理我，你们理理我，我抓鱼实在是太无聊啦。呀，人家已经盯上我了，估计是他们家的牛。风景扯哦，哎呀，这种鱼好吃，钩鱼啊，这个，哎，又来一条。浪里白条，这是所有的鱼。